挑战亲女生一口就跑。嘿嘿 ，run。姚敏，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子啊？我再也不敢了。你就不能，就不能公平一点吗？啊、我也想要。哎呦我的妈！姚敏啊，来上网。没机器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问你啊，昨天晚上吃完饭是你送我回家的吧？对啊，这有错吗？那之后呢？你不是喝醉了吗？我帮你放到床上，还给你倒了杯蜂蜜水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走了。那你还没错。这有什么错啊？你认识我这么久，见过我喝醉吗？见过我喝醉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好，这是您的面。我没点面啊，再说你这面也太难吃了。就是因为您说难吃，所以我特地报了一个班。您尝尝这次的。哦，报个班了，那我尝尝。还这么难吃？你报的什么班啊？跆拳道班。对，跆拳道班。我说今天这个面怎么这么好吃呢？真香！哎呀。喂，我这会儿在网。哇。你的啤酒。就这破网吧，大半夜的还这么多人排队，回家睡觉他不行。Maybe you should fall, that's what rivers do, cause when you're alone. 我操！为什么？今晚有几十万的项目要谈，不回家了。姚敏啊，来你烤肠。哦，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呢？店长他嫌弃我。你这么好看，为什么嫌弃你啊？他嫌弃我记性差。哪里差？什么哪里差？哦，哎，你先找我零钱啊。我没有找你零钱吗？对呀、啊。我忘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烤肠给我啊。老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快快跟我回家。